张雨绮、王全安夫妇目前居住在上海某高级公寓。记者早早就来到公寓楼下守候，王全安和男助理先行一步出现在公寓大厅里。当天，王全安还是一如既往的黑星帽搭配衬衫短裤。在和男助理聊了大约10分钟之后，张雨绮紧接着下楼与丈夫王全安会合。当天，张雨绮身穿一件蓝色的连衣裙、高跟鞋，化着淡妆外出的她特地戴了一副框架眼镜。两人会合之后，一起走出了公寓楼，来到一辆蓝色的商务车前。之后，张雨绮的外籍语言教师兼助理也一同下楼，和夫妻俩一起上车离去。车子一路开到了上海某5星级酒店楼下，停了下来。王全安先行一步下车，张雨绮则小步紧随丈夫的脚步。据悉，该酒店的23层就是一家沪菜系的高级餐厅。由于记者不能一同上楼，只能再次在楼下苦等。大约2小时后，张雨绮和王全安与几张陌生面孔的友人一起走出酒店大门口。机警的王全安先是走到门口四处张望了一番，然后再放心的招呼友人一一上车。酒足饭饱之后，蓝色商务汽车带着夫妻两人回到了公寓之后，两人上楼休息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独家报道。上网看好声音，只在搜狐视频。大家好，我是张瑞。